好，来看看一个最新的好消息，就是台湾选手今天在新加坡举行的青年奥运会上传出了好成绩。中华队的郭信纯呢，拿下了女子举重53公斤的银牌。他是就读台东体育大学附属中学的郭信纯呢，今年只有17岁，体型在举重选手当中算是娇小的。这也是中华队呢，在今年青奥会拿下的第一面银牌。